别声张，好久不见。实不相瞒，我和小溪原本计划前往龙龟岛，正好博物学会在此地有一艘船也要去那儿，我们就想借用一下。 传说相柳之战中，玄甲公被屈盟主重创之后，便蜗居龙龟岛上。小溪一路追寻屈盟主的踪迹，便打算去看看是否有什么线索。我们本想趁黎明昏暗溜上船，可水家码头上有不少天玄教弟子往来，我一脚踏错，结果就错过了上船的时机。龙龟岛既是大妖玄甲公的老巢。 定盘踞着不少妖君，让小溪一个人在那儿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可我无船不识路，只能在这里交心。啊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你能不能带我过去？你帮了咱们蓝涛水家那么多忙，寻常小船才不够招待。我去跟水舵主说一声，给你一艘气派的大船。那好吧，哎，我这艘船前2天才保养好，你先拿去用，让它多沾沾水气。嘿嘿。 怎么样？有船吗？这就是博物学会的船，可人都去哪儿了？小溪，可恶小贼，竟敢欺负到我头上来！看我！哎，小虾，你终于来了，还有你。小溪，你受伤了。 没事没事，倒是这些海修罗，船刚一靠岸就来偷袭。博物学会的先生大多都弱不禁风的，我这两头分心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先处理掉这些海修罗。还有一些博物学会的人已经被捉走了，得把他们救出来才行。谢你救我出来。那个拿大剑的小姐姐呢？她在哪里？ 贵贵，之前就听说海修罗的武器上都淬着水毒，若是不及时清理，恐怕伤口要溃烂生根了。方才还没察觉到异样，现在松懈下来，才觉得胸口好闷，头也晕晕的。糟了，一定是你调转灵力对敌，毒素加速渗入体内了。没关系，让我运气调理一番，应该能把毒逼出来。不可大意，我看水边生有敌婚藻，是驱除水毒的必备之材，能不能请你去采些回来？小姐姐，虽然你悄悄躲在我们的船上，不过你这么热心的救大家，肯定不是坏人。这荒岛上危机四伏。 你也是为了赤阳君的手札而来吗？我们在找神医道天屈盟主的下落。听说玄甲公是屈盟主的手下败将，就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是为玄甲公而来，那我们也算同道中人了。你说的赤阳君手札，那是什么？赤阳君是我们博物学会里一位可厉害的前辈，当初他乔装成妖君，跟在玄甲公身边研究此种大妖的习性，撰写出一份丰厚的手札。玄甲公战败逃回龙龟岛后，赤阳君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妖学，记录下玄甲公参与相柳之战时的见闻呢。 相柳之战的见闻，那里面一定会有屈盟主的消息了。这些资料实在宝贵，赤阳君担心会遭人觊觎，便把他们埋在龙龟岛上，路线画入藏宝图，设法传回了博物学会。小姐姐救了大家的命，若有需要，我们当然会把资料分享给你。只是藏宝图被海修罗搜刮走，送给他们的头目去了。 不成，这些资料在海修罗眼中不过废纸连篇，若被他们发现，万一恼羞成怒毁掉了怎么办？得赶紧夺回来。小溪，别冲动，你现在余毒未清，再要妄动灵力，只怕会中毒更深。爹爹，不，驱魔者的消息近在眼前，这让我怎么冷静？我还需留在这里帮小溪驱毒。 龟贤人又不通法术，夺回藏宝图一事又要麻烦你了。鬼，那些海修罗、凶神恶煞，你竟然能直取敌手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放心吧，多亏有你采回来的草药，小夏才能这么快把毒素驱除干净。你瞧，我这不是又活蹦乱跳了吗？既然小溪姐姐已经恢复，咱们这就想着赤阳军的手札出发。 17年前妖邪作乱，若不是有幸得驱盟主相救，只怕我一家的龟都已被妖君熬成龟苓膏，制成龟壳甲了。驱盟主仗剑的英姿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也好想追随驱盟主，成为锄强扶弱的龟龟侠。不过修行好几年也没能练成一招。我也算明白，追随仰慕之人，并非只有修行一条路。 所以我才决定加入博物学会，专门研究各种妖物，希望有朝一日我的研究成果能对驱盟主有所帮助呢。驱盟主半生济世救民，不过听说他身边还有一位剑仙苏慕白，更是逍遥不凡。哎，苏剑仙当然也厉害，但龟龟还是觉得驱盟主这样的大侠更厉害。 若不是驱盟主在最危难的时候拔剑而起，联合起无数修仙者共同对抗相柳，恐怕人间早已被滔天的洪水淹没了。我曾一步一步走到泰山，也是从那里得知，当年激战惨烈，地手剑飞来相助驱盟主，最终才将相柳击杀。地手剑，此种神器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，甚至能扭曲空间。我听说，驱盟主的妻子就是因此失落到扭曲的未知空间里，再没有了踪迹。 能让驱盟主倾心的女子，一定也是世间难得的妙人呐。可惜，小姐姐，你怎么看起来好难过的样子啊？我只是想到，驱盟主救万民于水火，却也因此失去了最真实之人，心中定会比我难过1000万倍吧。 何人饶我？您就是赤阳君留信中所说的好友爷爷爷吧？赤阳君还留下一截断续为信物，您瞧。啊，我的老朋友，你说的果然没错。世上永远有博物求知之人，你的心血后继有人啦。难道赤阳君前辈？ 已经不在人世了吗？唉，赤阳君一心向学，就算日日同妖君厮混，终究还是不同。更不要说他屡次近身玄甲宫，向他亲口试探。后来，我见他许久没有回来，编纂资料。 私下打听，才知道，他被玄甲宫识破身份，早已殒命。这样弱小的身躯，却敢于潜伏在玄甲宫身边，勇气可叹。咱们去祭拜一下赤阳君前辈吧。好，好，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。 他留下的手札、资料，我都好好收在箱子里，埋在我的树根下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的收获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丰富呢。这次回去，我一定要把岛上的见闻好好整理一番。哎，小姐姐，你们接下来又要去哪儿呢？相柳分出寄生象逃走，一定会等待时机去找屈盟主。寄生象分身9条，要比单单一个屈盟主好找吧？小夏。 咱们有了新的线索，肯定很快就会有收获了。嗯，我会陪你一起的。这次你又帮了咱们的大忙，不知道下一次我们又会怎样见面呢？